是非常常点的歌曲。太空，星际旅客，星际过客，太空旅行者，对，潜航者，对，因为他是中国大陆区的。对，星际过客，那太空感官。对，然后邓紫棋为了这一部电影呢，自己作词作曲。对，有一点电又不会太近。对，送给大家这首《光年之外》。哎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